我要全世界都听得见，喜欢你从来不遮遮掩掩，甜蜜的冒险送你做纪念，不管晴天下雨我都在你身边。盛楠，看你们家盛楠，盛楠，哎哥，我跟你一起，还愣着干嘛？人都被抱走了，快追呀！盛楠平时身体挺好的，今天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晕倒了。今天几号来着？8月20号。怎么了？怪不得啊！医生，他没事吧？他刚才干嘛了？他们刚才在室外打篮球，是不是中暑了？下着雨打篮球，你们年轻人也太不顾自己身体了。还有什么别的症状吗？医生，医生。盛楠在生理期，生理期剧烈运动又淋雨，现在还好，不是什么大事，好好注意休息。哎，你们别在这里面待着了，病房里少留人，过会儿就好了。让我留下来陪着吧。那我也留下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大男生就不要在这儿了，这儿有我就行了。出去吧，啊，出去吧。哎呀，有我呢，去吧去吧，放心吧啊。多谢学长对我们家盛楠的关心。不必，毕竟你还是个小孩子。总会有大意的时候，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也有可能照顾人不是很周到吧。我们从小就这么一起长大的。看来修豪同学很了解盛楠。是啊，除了我们的父母，我们就是最了解彼此的人。是吗？那不知道盛楠有没有告诉过你，我跟他早就在他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，他来这里就是为了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。我去给盛楠买点吃的，他一会儿醒了回我。撞什么撞？你好，接一下账。你们有没有那种不透明的袋子？最好是黑的。别的没有，只有这个。行吧。要不要来瓶姜茶？我这可以加热。哦，不了不了，他喝不惯这个。
一共多少钱？完了完了，我的一世英名就被这玉云给毁了。醒了，我给你冲了姜茶，快喝吧。谢谢你，文哥，害你们担心了。今天你在操场晕倒的时候，大家都吓坏了。小林呢？我刚才好像听到他的声音了。哦，小林还有课，就先回去了。不过他放心不下你，给你买了份鸡汤。我怕你不爱喝，又给你买了份粥。谢谢你。这个我想等会儿再喝。啊，好。你可别再让大家担心了。干嘛呢你？啊，你去哪儿？你跟人家在这儿你来我往的，我留着干什么？瞎说什么呢你？姜茶快凉了，快喝吧。他不爱喝姜茶。那个，我饿了，我想吃饭。哎，小林，让我过去。啊？我坐里面。哦。哎，我听说你们本科的选修课都挺有意思。正好我最近研究的课题和这门课有关，我就过来瞧瞧。这可是综艺鉴赏。你们研究生学院的什么时候能用到这个课题？哎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门课讲的是运动综艺，我倒是要看看这综艺讲运动是个什么样。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，这和你想象的体育解说可不太一样。哎呀，讲就是听呗，实在不行我上台给你们讲也行。来点儿。不用了。哎，同学们好，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新能量运动会，这是一档体育类综艺节目的分享，一共分为三个单元，分别是田径类、跳水和体操。
这样的组成结构呢，其实正是节目组在收视率方面的考虑。这三类比赛都是观赏性极高的。等你发现我，却早已被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讲，谢谢大家。想说快上我的宝马车带你回宿舍。嗯，夏天的风虽然不凉，但其实吹多了也不好，而且盛南才刚刚醒，要不坐我的车回去吧。也是啊，盛南他刚生病，不能多吹风。走吧，正好我跟盛南住的也近，顺路，要不顺便也捎我一程。老樊，开下后备箱。哎，学长，开下后备箱。你怎么能坐前面呢？多冷！谢谢学长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这么高的个子，怎么买这么小的车？你快别说话了。盛南，谢谢学长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盛南，明天还能再见吗？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画展吧。好呀。傅盛南，傅盛南，喂，妈，我想买辆汽车。什么？喂，听不见。妈，妈，秀豪，你怎么了？谁惹你了？是不是那个四眼仔？没事，没事。是不是你的心动嘉宾不太好啊？他没事了。小豪哥，你怎么一副不爽的样子啊？我有吗？有啊。有啊。哎呀，那个四眼仔
明天约他出去。那是挺麻烦的。那你不能坐以待毙啊，你要主动出击。主动出击确实是个好办法。一定要制造机会，有相处的机会才会有故事。还有一招，那就是欲擒故纵。同意。同意。哎，说起相处的机会，那个四眼仔跟他一个社团，他们倒是能天天相处在一块儿。那你不能让他去啊，你得想个办法让他留下来陪着你。我们话剧社最近排新话剧，我去找他来帮忙。哦，那机会不就来了吗？让他深切感受你的才华，一定对你刮目相看。嗯，好，我试试。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。肯定没问题，加油。难道你就真的觉得我一点好处都没有？或许有，可是我们之间太熟悉，这些习惯让我忘了如何去发现你那些在别人眼里的好。或许分开更能让你清楚我们之间到底是哪种感情。如果你觉得分开对我们来说会让我们更清楚彼此的关系，那就分开吧。其实心里一直记着你。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？怎么样，专属更新还满意吗？当然，今天一整天简直经历了太多，你简直就是活菩萨。以后有什么心事不如跟我说说，网络一线牵，珍惜这段缘。其实我也没什么事。喂，怎么了？那个，明天有排练，你作为编剧，怎么着也得到场吧？嗯，好吧，那我一定去。佑文哥，明天我突然有事，不能和你一起出去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来，我们准备下一幕的道具，弄完就开始吧。好，谢谢。啊，盛南，你怎么来了？这版剧本就是盛南写的，他也是第一次过来看我们排练，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及时提出。挺好的，大家都是熟人了嘛。这个纸质版的剧本你拿过去看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这次的编剧。刚才我进来的时候看到大家正在准备排这个剧的第二幕第五场，这是一场重头戏，所以需要很饱满的情绪。我们先跟着顺着演一遍，然后再慢慢调整。那我们排练吧。嗯，好。原来女主是小林。准备第二幕《怦然的心动》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我不想，我们只是朋友。
李秀豪。啊。你感情不对，你再真挚一点。哦，好。那我们再来一遍吧。好。开始吧。我不想，我们只是朋友。停！小莲，我觉得你刚刚那样姿势不太好看，要不然趴着，这样会好一点。哦，这样吗？嗯。那我们再来一遍。我不想，我们只是朋友。算了算了，亲就亲嘛。算了，今天不排了，情绪没到位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，这怎么突然就这样？这样啊？说不演就不演啊？这不好吗？这不把人晾这啥意思？给谁啥意思？真是，至于吗？怪尴尬。小林，有件事我想别提了。你今天给我制造了那么好一个机会，没演成，可惜了。什么好可惜啊？今天不是话剧社排练吗？跟李秀涵没演成，他走了。没事，下次接着演。啊，盛楠。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嗯。在吗？嗯。怎么了？有件事情。我不知道该跟谁说，很烦恼。什么事？跟我说说。我好像有喜欢的人了。有喜欢的人了。记忆里熟悉交错编织的瞬间，是不是像我一样还有些遗憾，期盼某次遇见，在某个温暖转弯，回头的依然是初见的灿烂。以我的直觉来说，你离成功不远了。盛楠，在遇到你之前，我从来没有对任何女孩有过这样的感觉。我想对你说，我喜欢你，你能接受我吗？